今天是2020年11月30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早上4:43。从那个0:05开始啊，左边那个应该是腋下啊，在心脏的外侧腋下痛了几下子，当时累得没排，然后腋那个心脏不舒服啊。看着现在不舒服，我看到那个三峡大坝，看到那个三峡大坝水啊，把一下子往下，看到那个从那个坝下面，坝那个上游啊，越过坝，往下流啊，像那个漫过那个大坝的画面啊，那个水啊，漫过大坝的画面啊，水啊，漫过大坝的画面。水啊，漫过大坝的画面啊，这是预告啊，预告不久的将来啊，那个水量又要增大了啊，长江水啊，长江上游又要来水大了啊，来水大了，人呐、还蒙在沟里边啊，人呐、还蒙在沟里边，人呐、还蒙在沟里边，因为啊，人家都是人类要眼见了，才信呢。或者是人家经常说的“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掉泪啊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”然后，在长江的上游啊，又更多的水啊过来了，又更多的水过来了啊，更多的水过来了，更多的水过来了啊。因为那个长江上游那边呢，今年的那个温度啊，长江上游今年的那个那边气温呢，高于往年了，去年的温度啊高于往年了，又有那个，又有大批量的水啊，冰雪融化以后水要下来了，水要下来了。按目前的量看来的话，按目前的量看来的话，这个水量要漫过那个，漫过三峡大坝，要从三峡大坝上游啊要漫过来。看到第一个画面，然后从大坝的上游漫过来，也就水量要超过这个大坝的高度啊，要超过大坝的高度啊。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龙啊，在葛洲坝下游啊，葛洲坝下游，往那个三峡大坝的上游在扩大那个洞啊。原来挖了一个洞以后啊，挖了一个洞啊，已经开通了，但是呢，没想到那个水量一增大以后，那个洞啊，从那个水量比起来太小了，量不够了。几乎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了，所以他重新再加快速度再挖，加快速度再挖龙啊，再加快速度再挖，加快速度挖啊，从那个下游往上游的方向挖的时候，当然把上面有的原来打开的盖子又盖起来了啊，再挖啊，再抓紧再挖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他们是知道的水量啊，真的龙脉嘛，龙啊，知道那个龙脉啊，知道水量大小，所以再抓紧挖，抓紧挖，抓紧挖啊，要必须在明年呢。5月30号之前呢、啊，必须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呢，要挖通、挖来开通了啊！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，要必须挖来开通啊！必须挖来开通啊！必须挖来开通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不挖通的话，这次啊，水量要漫过那个三峡大坝的坝沿上，要漫过来。如果不开通的话，如果不开通的话，所以啊，那个龙啊，再加紧的再挖。加紧的在挖啊，加紧的在挖啊，加紧的在挖啊，加紧的在挖，三峡大坝那个下面那个水的啊，然后下次挖通以后，然后水分流以后，下次在大水的时候，水啊不至于漫过那个大坝的大坝上，不至于漫过大坝了啊，从那个大坝底下的那个通道里边跑掉了啊，跑掉了啊，好，原来提示这个信息啊。难怪那个在这个边缘上啊，在这个热河的边缘呢，这个一条啊，那个感觉量很大的涌过来也痛的感觉，一阵阵涌过来的感觉，一阵阵涌过来的感觉，原来是提示这个信息啊，三峡大坝的信息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好，继续睡觉啊，继续睡。